看，爱斯基尔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看这我叫这玩将，是一名伏地魔，呀枪法随缘，只会野人，啥也不是啊、哦！哼，被我的帅气给吓住了，一看。那小妹子刚才进来呀、啊，打两枪，一看，我操，是个帅哥，我赶紧撤吧，让我给帅跑了。小嘎嘎搁这呢，哎呀，瞄着呢，瞄着人机。打呢，打人机呢，这嘎嘎。哎呀妈呀，他打人机，一会儿我打他。哦，嘎嘎，让你打人机，错没？那气人不？啊，气不气人？这年轻人，过来了。哦哦哦哦哦哦，哎。哎哎哎哎、哦，那气眼目要灭了一对。哎呀，这人机是咱们的好伙伴啊，他打人机，我打他啊。那社会你自个他眼狠话不多，一人灭一对，他刚枪没得耍，把下边包舔了。哎呀呀，两块货。哎，咱搁这咋呢？靠，靠，烟我！敢烟我啊！敢烟你志哥？谁是烟人的鼻祖？啊，不知道吗？这嘎嘎太年轻了啊！想阉你志哥，可能吗？哎呀妈，太年轻，偷志哥后背了。Hello， 哎，智所长已经到位，进所里就安全了啊！哎呀，跟六人呢，六我呢，是不？围着我那车转悠，跑了，也干起来了。凑热闹，凑热闹去！完事儿，又灭一队啊！开个破车搁这来回溜达，你说是不是嘚瑟他俩？嘚瑟啥呀你？你跟志哥嘚瑟啥？啥也不是啊、嗯！看着了，这有一个，有用吗？打我能打着吗？啥水平啥实力不知道吗？这爬到这掩体这就好了，一会儿他们肯定开战着吗？哎呀，就剩俩人了，就剩最后俩人了，这一会儿，哎妈呀，不好混了，完了。这圈说的太缺德了，我正好不是圈。走、哦，看到我了，看到我了！我操，我是这玩将，有人说我狗，有人说我人，也有人说我是战术大师。你觉得我是什么样的人呢？